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花市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齐盈盈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第十字消息，新北市十字有一间做月的中心，有一个员工伫四月份去挖到蓄奴，因为家长到八月才接到通知，总共有二十六个，要被杜绝红眼啊接受预防性用药，要用偌久？九个月。对了，这个代志呢，卫生局证实讲，确实有这个代志。当时因为疫情爆发的期间，才决定讲暂时卖给因通知。因过有这个头一摆做老母的人，真烦恼讲，伊的囡仔敢会去接触过这个为着病的人，敢唔忙讲相关的单位会使赶紧甲伊讲个清楚。啊，这个做月的中心是回应讲，知影这个员工为着病了，已经伫厝休困啊，无上班。做月的中心这个所在嘛，已经全面已经消毒过啊。我蛮担心的，我也怕我自己的小孩有接触到。因为家己的囡仔要住伫这个月来中心，这是新北市市治一间妇产科的月来中心。从表出四月有员工得到疫苗，不过家长八月才知影。现在还有二十六位要被治回幼儿园防控率，需要预防性的导游啊九个月，或者妈妈拢感觉真烦恼。我四月生完就是住这边的月子中心，但是我没有接到电话，所以我不晓得说他通知的是全部通知完了，还是还没通知。希望他告诉我说他们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时候，那我的小孩自己有没有接触到？防止其动作上班过来中心无被受访，刚才讲四月时员工得到疫苗了后就无来上班。卫生局解释讲，因为疫苗未随传染，而且无好诊断的特性。考虑到当时是疫情期间，为着减少感染，才较慢通知。26名框列接触婴孩，都已经通知安排 X 光检查及预防性投药，期间为9个月，第12个月后会再安排进行一次 X 光检查。不过幼儿啊，要被完全发育，医生提醒用药啊，爱特别细致。有些会造成所谓的药物性的黄疸，或者是药物性的肝炎，所以这个其实用药上面都要很小心。月来中心的员工得到疫苗，家长刷过四个月才知影。相关单位应该两早甲这妈妈讲清楚，避免让这妈妈阁增加一挂烦恼。